都已经反客为主了，看来这场比赛注定无趣。师兄，在，别忘记照相，要拍得风风光光，登报后让全校都关注到我们。放心吧，队长，我可是专业的。哎呀，我不是近视，戴眼镜反而看不清，能不能摘了？比赛没你什么事，给我老老实实坐满全场。龙阳，龙阳，冲在全场！龙阳，龙阳，进入决赛！啊啊！别被他带了节奏，保持练防，打阵地战。哎呀，他也看不清，动也不能动，快把老子憋疯了！等比赛结束，把话带到，第一个任务就完成了。在此之前，什么都别干。身为校报记者。拍拍照总行吧？陈潇，别打闪光灯！走。龙阳一中带球撞人。陆光，我刚才是不是影响了历史轨迹啊？你的确改动了原来的进程，但结果并没有发生变化。唉，那就好。哎，刚才是他们的队友在场下拍照打闪光，我被晃了眼才撞上的，这犯规不能算在我头上。抱歉啊，队长，我一时大意。你的膝盖没事吧？别在意，就算不是你，估计他也会使别的硬招。你先替我一会儿，我给膝盖做完应急处理就上。在此之前，靠你了。喂喂，陆光，这也在计划之内吗？我到底是上还是不上啊？过去已经被你打乱，在输掉比赛这个节点发生之前的事，我已经无法预知。好，我会加油的。哼，主力换替补，干脆投降算了。都滚回自己的位置上去。糟了。快回房！